兄弟们，今天推荐一个超有意思的骚套路，那就是法师猴哥。哎，有兄弟们就会问了，猴哥跟法师怎么联系？不要急，这个玩法的前提是拿到猴哥专属强化旋转制胜。法师可以快速提高技能释放频率，而猴哥的专属强化每次释放技能都能提高攻击攻速，两相搭配简直完美。不信你们看，两星猴哥的攻击力可以不断疯狂叠加到400多，攻速叠加到 2.0， 越打越强，愈战愈勇。然后咱们把猴哥升到三星，看看能强到什么程度。俺是花果山水帘洞天之圣人孙悟空，我有72般变化，万劫长生不老，回家筋斗云一动就是108000里，如何做不得天位？常言道，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，把尊位让给我坐。